好，我们再往前面走，就可以就快到苹果公司创始人已经去世的乔布斯，他以前生前居住了20年的家，就在 Palo Alto 这里，在加州的硅谷。来看一下，他对街对面是一座空地，然后你们大家可以看到那前面停着有一辆车。那个就是他们的保卫，所以一般人是保安，一般人是不能够靠近，我们只能在外围走一下。直接讲到这个房子，你们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照片，跟这个房子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啊。草坪。很简单的一个房子啊，实际上在这一带社区的规格来算，比较隐蔽，周围全部是树，不知道现在他家人还住，是不是住在这附近？继续往前面走。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小洋房，这里的硅谷这边的，对面也是西班牙式的。西班牙建筑风格的，这种建筑风格的也看到很多了。